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Handyman to You 的 Channel， 我是 Matthew Wong。 今天的 Log 是关于我在一个 customer 家帮他拆厨房砖，然后帮他拉电弄水喉，还有粘灰砖哦，像整个 kitchen 的 makeover 啦，然后之后就会弄厨楼，大致上是这样子啦。 Drop it。
这个就是粘砖了过后的 outcome。 所以如果是下面哦，这个砖它的颜色不同其实是无所谓了，最主要就是这两排砖哦，这个是叫做 backsplash tiles 啊，这两个要美一点哦。然后这个是 in the process of 按那个厨哦，做完了过后就嵌两个门啦，门要定做，然后就完工了啦，大致上是这样子啦。So basically kitchen makeover 呢，就是加几个 block 啊，换 house 啊，改水喉位还是怎么样，换一些吊饰。厨如果你不要定做的话，你就按一家啦，一家也是不错的。 What?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哦。如果你们还没有 subscribe Handyman Channel 的朋友，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 然后打开旁边那个小铃铛哦。我们下一集再见。